欢迎收听科幻未来有声小说《吞噬星空》，作者我吃西红柿，由喜马拉雅 FM 独家出品。第906章，顿时联军一方800多名宇宙之主，10多名宇宙最强者们有些被震惊了，因为九幽之海在原始宇宙名气很大，而拥有九幽之海的仅仅是九幽之主一个，独此一个，别无二家，堪称至强至宝般的神体，让谁都奈何不了。单单那般庞大的神体每时每刻吞吸的神力都要超过其他宇宙之主整个神体神力，谁不嫉妒哎？不过如此庞大神体限制也明显，移动极难，九幽之主都是靠天赋秘法分出一化身，化身仅仅是1/10层次神力基因，神体体积更是一般，使得九幽之主实力是不如混沌城主、星河之主等一批存在的。罗峰有6阶顶尖战力，怎么还能拥有这么庞大神体啊？对啊，罗峰之前显现金角巨兽分身、显现地球人分身，都是6阶顶尖战力，分身实力这么强，他怎么可能还拥有九幽之海这样一个分身神体啊？宇宙是公平的，不可能出现这样逆天的事。而且九幽之海基因极高，金角巨兽天赋分身根本无法孕育出如此逆天的分身呢。当联军一方为这无尽海洋乃是罗峰分身而震惊时，人类阵营一方的那些异族宇宙之主们同样惊诧。别迟疑了，混沌城主传音喝道，所有宇宙之主开始联合集体攻击。攻击？混沌城主，那联军一方反攻我们挡不住的呀。对呀，混沌城主，一个个异族显然不愿意送死。混沌城主目光一扫周围，冷漠道，放心吧，他们所有宫殿之宝境界都在幽海之内，而幽海乃是无尽神力凝聚，他们的攻击会被幽海神力抵挡消耗，所以他们的攻击根本攻击不到你们，而你们则可以肆意攻击过去，幽海不会抵挡，反而会和你们一道攻击。啊，人类的意思是？异族宇宙之主们还有在星辰塔旁边的祖神坛内同样得到传音的祖神教一群强者们都懵掉了，他们都明白了人类打算竟然是让罗峰靠着幽海来抵挡整个联军阵营攻击，太疯狂了，难道人类以为就凭借着神体大的离谱就能抵挡800多名宇宙之主、10多名宇宙最强者联合攻击吗？太危险了，这太危险了，罗峰是在送死啊。这些异族们不敢相信，这简直就是送到敌人面前给敌人杀呀。或许这无尽幽海1对1或者1对10都可以傲视整个原始宇宙，谁都奈何不了，可是此次是800多名宇宙之主会合呀，顿时100多位异族宇宙之主都看向那一身银甲银翼罗峰。诸位，罗峰低沉喝道，别浪费时间了，攻击吧，最近目标。说着罗峰遥指最近宫殿之宝，并且那宫殿之宝周围弥漫的无尽海水也开始出现漩涡，漩涡直接分出一条通道，直接通往下方深处那一座宫殿之宝内，那是由妖族梦妖族亲自率领的一支分队，内有约40名宇宙之主，人类一方加上祖神教约200名宇宙之主，特别是罗峰、混沌城主、黑暗之主、彭公之主三大祖神，个个都能发挥极强战力，领人类一方全部联合起来攻击那一座宫殿至宝，自然占据绝大优势。人类这一略有动静，联军阵营就完全明白人类一方到底要干什么了。人类太疯狂了，竟然妄图凭借九幽之海神体阻挡我们其他各方，然后集中他们的战力单独对付一座宫殿之宝，如此逐个击破，太疯狂，太自信，太嚣张了。他们以为仅仅一个神力海洋就能抵挡我们800多位宇宙之主、10多位宇宙最强者吗？北疆盟主苍老声音传出，
所有宇宙之主，所有最强者，全部施展灵魂攻击，全部对周围的神力海洋集体施展灵魂攻击。这么多宇宙之主，这么多宇宙最强者，集体灵魂攻击全部累加，我就不信单单罗峰一个人就能抵抗得住。我要这绝世天才现在便陨落。罗峰陨落，罗峰陨落。联军阵营顿时无比激动兴奋。攻击！北疆盟主传音下令。联军一方的梦妖族、镇妖族、机械族、父神一个个都是激动无比，充满期待。原本他们都认为要杀死罗峰是没有希望的，到了罗峰这层次，只要不是自己找死，有星辰塔、木灵之舟以及自身实力，谁能杀他呀？可现在罗峰找死，他们岂会手软？八百多名宇宙之主，十多名最强者，这些宇宙之主中部分还有分身，所以约摸着900尊宇宙之主神体，再加上十多位宇宙最强者联手攻击，所形成的虚化神力攻击一次性爆发，完全相当于1000尊宇宙之主神体集体攻击，这是何等威能啊！按照实力划分，宇宙之主从1阶到6阶，而宇宙最强者呢，因为原始宇宙意志压制的缘故，即使在宇宙海，每个宇宙最强者使用的神力也是万倍基因的宇宙之主层次，所以像一些普通宇宙最强者仅仅能发挥7阶战力，而一些混得不错的有至强至宝的一般能达到8阶层次，像机械族父神，像之前没有至强至宝在手的巨斧创始者，都是8阶水准。而自从得到至强至宝，借助至强至宝蕴含的一重重秘文，能爆发出更强战力，巨斧创始者则达到了9阶战力。7阶是最普通宇宙最强者，8阶是较强水准，正常水准，9阶是巨斧创始者、神眼族第一真主都在这一层次，10阶是元祖级的。元祖当年纵横宇宙海中绝对无敌，这才有资格称得上10阶，绝对是宇宙最强者中的一个完美极限。放眼3个轮回时代，除了元祖，其他谁都没达到这一层次。当然个体达不到，靠数量还是有希望的。此时800多名宇宙之主，10名最强者，相当于1000尊宇宙之主级神体的合击，这是何等可怕威能啊！1名宇宙之主平均水准约4阶，可10多名宇宙之主混合，即可达到6阶顶尖；100名宇宙之主神体联合攻击，即可达到约8阶；1000名宇宙之主神体联合攻击，已然约莫突破9阶顶尖，隐隐达到10阶层次。相当于1000尊宇宙之主级神体的联合攻击，应该达到了10阶层次。你罗峰独自承受，死定了！你死定了！现在宇宙海最强的宇宙最强者只能爆发9阶战力，而现在整个原始宇宙近乎80%顶尖战力全部汇合，一个宇宙时代的80%战力啊，汇合达到10阶层次。就算你拥有至强至宝镇守灵魂，可你神力却不如宇宙最强者，你还是得死。死吧，人类罗峰，陨落吧。联军阵营无比渴望看到罗峰陨落，一瞬间17座宫殿至宝集体开始施展攻击。虚化神力攻击！一座座宫殿内都有领头者下令，星空巨兽联盟的星空始祖老兽神暗自叹息，他和这罗峰本也有些交情，只是牵扯到最根本利益也顾不得了。至于座山客，现在是整个联军阵营行动，一个座山客又能如何呀？攻击吧！星空师座也下令，他麾下一大群宇宙之主们，包括金角之主在内，一个个全部施展攻击。一片寂静，包括祖神坛、星辰塔内人类阵营一方，所有宇宙之主都担心看着，甚至很多都盯着罗峰，他们都在看罗峰的结局。这一人类族群崛起的绝世风华人物是越加强大，直至将来达到元祖层次乃至超脱轮回呀，还是陨落呀？在场其他宇宙之主
即使三大祖神，个个都原始宇宙意志加持，也不敢说单独来硬扛八百多名宇宙之主、十多名最强者灵魂攻击。像混沌城主、黑暗之主他们都自问，若是他们上，都必定陨落。罗峰，混沌城主定了罗峰，之前他就担心，只是罗峰自己拥有绝对信心，而且曾经试验过一百多名宇宙之主全部灵魂攻击在罗峰身上，可是那仅仅是一百多位，此刻要强大多了。罗峰有绝对信心，主动要求上，而混沌城主也不愿人类族群被迫离开原始宇宙，所以最终答应。罗峰，黑暗之主、彭公之主、冰封之主、虚金之主、龙行之主，一个个都看着罗峰，人类的命运在此一搏，是被迫离开原始宇宙，人类疆域被侵占，疆域内所有生命尽皆被屠杀，只能龟缩在初始宇宙啊，还是依旧扎根原始宇宙中，就看这一次了。公鸡，让那罗峰死去吧，罗峰死吧。十七座宫殿之宝瞬间施展出虚化神力攻击，因为无尽幽海海水无处不在，完全笼罩每一座宫殿之宝，所以十七座宫殿之宝内的强者们直接朝周围海水攻击即可。八百多名宇宙之主、十多名最强者攻击同一时刻攻击在无尽幽海上，就好似同时轰击罗峰灵魂上，轰隆隆，无声无息攻击。可是这一层次虚化神力冲击实在太强了，即使是虚化神力冲击都令周围空间完全粉碎，化为粒子流。而在星辰塔内的人类阵营一方，个个都感觉空间一震。罗峰，个个看向罗峰，混沌城主更是眼睛泛红，身体微微发颤，担心人类命运，也担心罗峰命运。还活着吗？一身银甲银靴的罗峰身后肆意微微展开，站那里一动不动，宛如扎根那里谁都不可撼动似的。罗峰，罗峰，特别是人类本族宇宙之主们一个个都屏息盯着罗峰。忽然那犹如雕像一般的罗峰微微转头，朝旁边的混沌城主、黑暗之主、龙行之主等一群宇宙之主咧嘴一笑，那咧嘴一笑露出洁白牙齿，笑容灿烂无比。这咧嘴一笑，笑得肆意，也令混沌城主、黑暗之主、龙行之主等人类本族宇宙之主们顿时感觉仿佛整个天地都变得无比灿烂多彩了。罗峰，罗峰，你太厉害了。龙行之主更是直接冲过来，一把抱住罗峰。人类本族一群宇宙之主冲过来，一个个激动若狂，有些甚至流下了眼泪，激动万分，连混沌城主眼中都是有着泪花，连人类阵营那一百多名异族宇宙之主们也是为之惊叹激动。他们不至于像人类那般惊喜若狂，可也惊叹罗峰的厉害，竟然能在这么可怕攻击面前挡住了。整个星辰塔气氛变得热烈，人类本族宇宙之主们宛如疯狂，激动无比。刚才那一刻是真的决定命运那一刻，罗峰扛不住，那罗峰陨落，并且人类族群将被迫退守初始宇宙。在原始宇宙各大势力联合逼迫下，宇宙海各大势力压制下，人类族群要发展将寸步难行，而且人类疆域那些普通无数人类怕会被完全屠戮，疆域被完全掠夺，而扛过去便是联军阵营的灾难，便代表联军阵营根本奈何不了罗峰。那罗峰竟然挡住了。在星辰塔旁边祖神坛内，祖神教三大祖神一群宇宙之主们也为之惊愕，他们个个都是顶尖存在，很清楚刚才联军阵营的合击代表什么，那是整个原始宇宙约八成顶尖战力的联合攻击，罗峰竟能挡住。此战联军阵营麻烦大了。双面祖神肆意大笑道，人类赢定了，现在便要看看联军阵营输的会有多惨。我们可以尽情动手了，他们的攻击会完全被无尽神力海水阻挡，我们完全可以逐个击破，赢定了。
祖神教之前还决定躲在里面不出来，现在却是立刻改变策略了。联军阵营却是一片安静，死一般的安静。不管是宇宙之主们，还是那十多位宇宙最强者们，个个懵掉了。他们之前充满绝对信心的集体施展虚化神力攻击，他们有信心灭杀任何一个宇宙之主，即使有至强至宝镇守灵魂，也绝对是必死无疑。在施展攻击之后，他们便仔细感应周围海水，他们渴望看到周围海水束缚力的消散，可是周围无尽神力海水依旧充满强大威能，依旧压迫着每一座宫殿之堡，神力依旧持续燃烧着，迸发着强大威能，从未停止。这表明罗峰还活着，还活着。盘踞宫殿之堡内的镇妖族依旧不敢相信，这罗峰怎么可能还活着呀？即使是灵魂类至强至宝在身，可以他的神力不可能挡住这一层次攻击的。当初元祖可是连宇宙最强者都击杀过，这罗峰怎么能活下来呀？不应该，不应该的呀。不可能活下来，应该陨落了，应该陨落了呀。那绝美的虫族女皇也同样震惊，她无比精通灵魂攻击，很清楚刚才那一击威能有多大，绝对达到十阶层次了。而十阶层次在原始宇宙中个体是无法达到的，在宇宙海也仅仅是元祖才能爆发这样的威能。元祖当年无比强大，且非常擅长灵魂攻击，就算宇宙最强者的神体极强，即使宇宙最强者神体一般也得有至强至宝镇守灵魂才能在元祖手下逃过。至于宇宙之主，即使意识强，即使有着至强至宝镇守灵魂，在元祖面前依旧必死。十阶层次攻击绝对横扫一切宇宙之主。他怎么还活着呀？他怎么可以活着呀？完了，这下麻烦大了。联军阵营陷入空前危机中。听众朋友，本集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